所有的人都在你的棋局里，每个人都只是棋子而已。 让人心做战场，才是最惊心动魄的。哎呀呸！可为了秦国，这做儿子也是棋子。为了秦国，任何的冒险都值得。 不知名的大人物联合北齐，就为了弄死我一条命。不把他置于死地而后生，怎么能当天下第一权臣呢？所以这就是用范闲的命在冒险。我们女人是依靠男人而活，而选择对的那个人，才是最重要的求生之道。 如果他要走的是死路，我想和他一起走。你的生死现在在我一念之间。这一杀，杀得妙。我辈行事，须以大局为重。杀人偿命，本就是律法铁条。死的只不过是个护卫而已。只不过是个护卫。 折磨人的不是威胁，是希望。不管是谁想杀我，我给他机会，再杀我一次。不管怎么挣扎，都逃不出他的掌心。陈平平下的一手好棋，不是我的棋局，这盘棋陛下。 天理何存啊！你还有完没你们？放屁！我兄室所占一州之地，绝不可能还你们。孙磊，咱俩单挑，你敢吗？啊！